带了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想出去玩哦。可是我们前几天不是在出去过吗？哦，你们都约会哦。对啊。别乱说啦。哦，你们在一起了？才没有。哦，我要跟大家说，江小婷跟廖小雨昨天偷偷去约会。哦，你是我谁啊？我干嘛跟你说？因为我比较喜欢他，不喜欢你啊。怎样？你羡慕？谁羡慕你啊？拜托你不要从我远一点好不好？他都快被你给毁了。是我被你们给毁了吧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就是羡慕啊，是你不敢承认，承认你就说。谁羡慕你啊？拜托。问题真的很多哎，为什么你要去针对张小婷？你不烦，我都烦，好不好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来插手吧？哎呦，就说我吃不下，帮我吃一下会怎样啊？就怕吃了会被娘泡吗？好啊，那这样子，猜拳啊，输了把奶给掉，点到石头布。娘炮快一点啦，这个垃圾丢那么久，真的娘炮。娘炮，吵那么久啊？对啊，好奇怪哦。不行，我要想办法。啊，对哦，想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Thank you.
哎呦，我们不过就想要那个气氛缓解一点也不行哦。算了。柯汝贞，我跟你说，张小婷是我的人，不准。奇怪，我也是女生啊，我一看就知道张小婷有什么好的，为什么你还是那么喜欢她啊？算了，如果你这样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你就继续这样下去吧，我也懒得理你。不要让我发现你在针对她。你怎么了？我可能没有你想象中好。在我眼里，就是最好的。谢谢你这么的帮我，这么的相信我，这么的对我好。不会啊。但是，请别急着爱上我。啊？没有，不是。没事就好。